我加入北大山鹰社以来，参加过很多次野外，我见过很多壮美的山河。我发现，当我的双脚真切地接触过一片大地之后，我会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希望通过山鹰社的活动，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让祖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多一些对山河的敬畏，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一点点努力，能够在几十年后还给祖国一片绿色的山河。我想，这就是我还有北大山鹰社能带给祖国的最好的礼物。山鹰社以后，一直能感觉到社团里面对于坚持毅力这样的品质的推崇，然后我也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下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10公里，第一次爬楼，还有第一次负重爬野山。我能感觉到社团里面在各种各样的活动里面都习惯以更加稀少的物资去完成比较艰辛的任务，感觉到了这样精神的重要性。加入山鹰社以来，我去报名参加了山鹰社的冬训，然后第二次冬训在登山的过程中非常的艰苦，天气也非常的冷，路非常非常的难走，我爬得非常的绝望。但正是在就是这样一种路途当中，我获得了一种澎湃的生命的力量，我感觉自己非常的有劲，然后非常的年轻，好像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征服的。声音给我的馈赠就是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去超越自我，我想这份馈赠也是我们希望能送给祖国的献礼，希望它永远前进，刚毅坚卓。Thank you.